其实它严格来说，它是一款非常好的一个两栖战斗车。其实美军现在也已经没有生产新的 AAV7 了。那我们现在呢，像今年这个刚通过那个台美军售的这个清单上面，让台湾再购买36辆新的这个 AAV7 这个车嘛。因为我们现在有56辆，再加了这个36辆之后呢，刚好是90辆，让我们现在有这个陆战队的这个登陆战车大队呢，能够编满他们所需要的 AAV7。那因为我们刚讲到，现美军也没有新做 AAV7 了，所以现有的 AAV7 呢，都是由美国陆战队的这个 AAV7 呢去检整以后卖给国外。像你看，日本就那个哈那个 AAV7 哈的要死啊，好不容易这两年终于哈到了，买到了吗？啊，买到了，买到了，对，日本买到了。那而且那个前节那个在那个加州办黎明闪电演习的时候，那日本的陆战队对不对？啊，就不应该说日本的这个西普联，日本没有陆战队，对不起，我说错了。日本的西普联就跑到那个加州的这个基地啊，跟美军一起啊，在黎明闪电来练习使用这个 AAV7 这个装备。AAV7 好归好，但是真的还蛮贵的嘛。我们看到这次36辆就要我们台湾不少银子，所以当然了，这种看到这个那个车辆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说，哎，这个当年88风灾啊，要是没有陆战队啊开着 AAV7 进去救灾啊，那他的这个声望可能当时会掉得更严重更惨。对，所以呢，这时候呢，那个就自然而然的马上就想到，哎，我们呢这个 AAV7 啊这么贵，那我们国内有没有办法自行研发生产呢？他的想法也是好啦，对，想法真的是好，但是说真的，你知道，你看了云豹那个样子，你觉得我们自行生产研发车会好吗？你的意思说我们还有很大的地方要进步了？哎，不是，其实啊，因为台湾呢，我们在做这种研发的时候，对不对？像云豹它本身原本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对不对？它本身其实是个还不错的车子了哈，但是啊，受限于政府采购法。因为政府采购法是使用招标制嘛，对不对？所以招标之后呢，有很多就产生了一些没有标完奇怪的这些情况，用拼凑的方式呈现，那种拼标就是可能它前面以动力包件来说，它动力包件那个部分它用低价抢底盘的时候它用先低价抢标，因为底盘低价抢标以后，它后面动力包件就顺着会变成一个什么叫做限制性招标，所以它只要前面它吃点亏，后面它就有吃不完，那就不像云豹啦。那对，所以现在云豹状况变伪云豹是不是？现在云豹状况就非常的让大家这个头上三条线，对，这个号称啊，这个国军啊，这个政府方那个国防部发言人都说，这个云豹的设计性能都各项都符合国军的要求，但实际上如果开出去啊，大家就知道了。所以你照这样讲 ，AAV7，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来做的话，你也是点点点打问号是这样？其实这个市场上面来讲，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这个装备，譬如说啊，那个德国哈、啊，不是那个英国，还有那个日本，还有像那个瑞典啊，还有新加坡，他们都采用一款啊，就是这种全地形车。这种全地形车呢，其实啊，当初他们在开发的时候，当然你说像瑞典，他为了针对他这个境内这个冬天的特殊的地形，那英国的这个皇家海军陆战队呢，为了他们的这个在海外作战的时候啊，很需要这种东西，所以呢，他们就生产了这个像那个 Bronco 这样的一个车辆。那当然，英国跟瑞典他们联合制作的一种叫做 BV206 这种全地形车啊，你可以看到从这样一个在雪地吧，哎，对，这个当然它因为它本身是履带车，所以它可以在雪地上面跑都没有问题的。那你看，然后它这个设计啊也非常特别，它是前后两个牵引式的，也就是前面这个车头啊来牵引后面这个货仓，像连接车一样，对，其实像连接车一样。然后它主要动力系统装在这边。那它这个车啊本身当然跟 AAV7 相比的话，它的售价就大幅降低，但是呢，它的这个重量啊，也就是它的运载能力也比 AAV7 要差一点。那当然，因为既然是全地形车，所以它本身是全部防水嘛，所以它这个车啊，你可以看到新加坡它当时也在那个新加坡也做了一批像这样的一个全地形车。那英国他们其实也有采用，那英国那个采用这个全地形车跟新加坡采用这个全地形车，他们从外形上面来看，其实说非常接近。所以你看，像现在这个影片上啊，这个、英国的这种油猪啊，这个全地形车啊，因为它是在阿富汗战场上使用，所以它还有装甲。那你看，像日本，它采购的这款是给这个。那个日本的这个他那个就是消防厅的，你看他其实啊也就是这一款啊那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全地形车的民用型。那这种民用型的这种全地形车呢，它本身我们刚刚讲，因为它本身它除了可以在陆地上开之外呢，它可以跑到水里面跑。那水里面跑的话，速度大概每小时大概是5公里左右。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AV 拐速度就快了， AV 拐的话每小时速度大概有15公里。但是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本身全地形车的关系，所以它的这个操控啊什么都非常的这个简便，甚至于啊就它虽然是全履带车，但它的驾驶的感觉啊，就跟一般的这个车辆一样。那像它这个本身车辆来说 ，AV 拐跟这个东西最大的差异性 ，AV 拐的这个武装会比这个强，因为 AV 拐它本身上面有一个小枪塔，你可以看到枪塔上面它本身有武装，而且它在进行那个海上求渡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因为是用途不同，像 AV 拐，你看它这样冲过来高速刹车啊、也很快。但这个全地形车呢，它如果说本身在进行这种两栖登陆作战的时候，它呢就没有办法像 AV 拐像。
直接从那个两栖攻击舰上开下来，它可能要在比较近的地方啊，从再进入水中这样登岸作战。Yeah. 当然了，价钱上来讲，就那个差异非常大。差多少？它其实它价钱来说，就比那个 AV 拐啊便宜非常非常的多。嗯，那所以那当然，这次马总统说，我们能不能自己来开发这个两栖车呢？说实在话。你像这种两栖车哦，如果说好用，至少你大概也要像，至少也要基本上可能也是要像云豹那样的这个甲车啊，还是个八轮甲，而且你要能够做好水密，然后让它可以在那个水上那个行进。因为我们知道，以美国来说，食人鱼甲车对不对？就是跟那个我们我们的那个云豹甲车参考啊，就是美军的这种概念啊，那个八轮甲车所开发的这个原本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食人鱼，它是陆战队用的，它就可以啊在水里面跑，它本身具有那个两栖这个攻击的这个能力。那同样的，那如果云豹这个车呢，你如果当初好好的弄，然后其实要在水里面来做啊、成为这个两栖车了，对不对？其实本身也应该，我个人也是没有问题的。